业余雪火城蔡丽，咁啊三个回合有一个回合嘅 extra。崔有信，我而家出场嘅系南方崔有信。咁啊，男子业余赛嘅 Super 城蔡丽，咁啊，紧身 Super 城裤，紧身背心，拳套同埋护脚，咁啊，头盔护甲咧就系双方协定。红方出场，张希啊，咁啊十九岁，一场零胜一负，三哥嚟呢个啊，咁啊而家红方拳手出上，张廷希，十九岁。在这个时候呢，介绍双方的拳手，南方的拳手是崔有信，今年24岁，绰号哇狂风啊，是一名学生来的，平时练开 BJJ， 即是巴西柔术，不过出拳呢才是他的绝招、啊、另外红方的拳手是张廷希，今年19岁，来自孙悟空拳馆、啊、都是一名学生，热爱格斗、啊、拳击呢都是他的绝招、啊、比赛即将开始了。咁啊，拳證解釋翻啲簡單嘅 Super 城賽例。咁啊，比賽即將開始。第一回合嘅賽事，一個重低數，踢一踢先，嚇一嚇個對手。咁啊，對方咧去咗一個 corner。再嚟一個踢頭啊，不過啱啱就側身避開咗。咁啊，小心少少啦，要哇，再打翻个后击，啊都唔怕，唔惊嘅话，即刻就进行一个攻击嘅动作。哇，抹开手咧，挑衅对方啊！一个组合拳拱翻开，再嚟第四低数，个数踢都系有啲重量啊！咁啊，想踢翻，不过咧就距离唔啱，再嚟一个高踢入膝撞。一個反身落地，咁樣一個摔打咧唔成效，咁咧其實雙方嘅摔咧都好快啊，清脆利落。咁啊，去到八角 corner， 咁啊唔好企埋角啦，呢啲時間就走翻出繩邊啦。如果咪逼到埋 corner 咧，你好難走翻出去。咁而家南方拳手咧逼到好近啊，咁啊等一個機會咧就出場攻擊，一個腰踢，再一個吸除，哇有少少，我仲啊翻翻嚟頭先有少少暈啊，見佢啊，咁啲時間隻手啊擺翻高啲，防衞好少少啦要啊，又去另一個八角想打翻，不過被對方避開，第一回合咧就剩翻20秒。連續兩尺低數，一個左腰踢入肚，我個抗打力唔錯啊！依個紅方拳手啊，就十秒鐘，一個飛失啊！再嚟上上頭，不過啱啱嘅拍掉頭，第一回合完，咁啊，南方拳手咧打得好定啊，咁啊，紅方拳手啊要快啲被動少少啊，個抗打力強，但係個防守能力就唔係太夠啊。咁啊，一分鐘時間休息就會進入第二回合，咁啊睇下雙方嘅教練有啲咩提倡啊。咁我覺得紅方拳手咧就應該盡量主動翻少少，打一啲近距離。咁啊，南方拳手咧就打得好定啊，咁啊睇下第二回合有冇其他嘅發揮。
助手離場，即將進入第二回合。第二回合開始。咁啊，經過第一回合咧，紅方拳手覺得要少進取少少，或者個防衞性要強啲。南方拳手打得好定啊！佢避開咗個前低掃，呢啲時間唔好再啄下啄下啦。紅方拳手即係主動啲搶攻啊！咁啊，攬實分開咗，啊比賽繼續。吞住打咧，就好多時都係 miss 咗啲，全部都打失啊！咁啊，南方拳手搶攻上前兩個吸除，再跟攬身。咁應該趁對方防衞鬆懈嘅時候咧，就再攻擊啦。攬身鎖一個墊後台，哎呀，屈咗落地下，啱啱。咁啊，頭先個斷頭台鎖咧就唔成立啊，因為咧啱啱就跣腳跌咗落地。咁啊，起翻身，比賽繼續。咁啊，去到個八角 corner， 一個腰踢，再吸除，再攬身。係啦，如果搶攻比較向前咧，咁啊個拳腳個擊打咧就威脅性冇咁大啊，個距離咧就難發揮啲。咁啊，太褪得太多唔好啦。時間仲有15秒左右。十秒，咁兩下失撞咧就打中啊，有一個 clean hit， 不過未有 damage。第二回合完，咁其實紅方拳手應該要搶攻翻少少啊，連續兩個回合咧都係被動啊。南方拳手打得比較輕鬆，因為對方未俾到一個很大的威脅性。看看最後一個回合，看看紅方拳手發揮得到了。Second serve， 助手離場。最尾一個回合，第三回合開始，入去就打啦。咁啊，哇 ，Jack 哈就有少搶攻性啦，一個低數踢失，哇！一個 Superman punch 飛起，即刻斷佢斷頭內鎖，好似 catch 咗 catch， 成功鎖中佢嘅氣動同埋頸動脈。咁咧，而家因為葉如麗咧，葉如麗嘅 Super 城咧就會進行一個讀秒，咁啊，類似拳嘅擊中，咁啊，俾八秒嘅時間佢休息。如果俾佢可以繼續咧，就會比賽繼續。加油啊！堅持，望住佢，組合。頭先咧就輸咗一個鎖啦，咁啊分數咧就已經係大大拋離噶啦。咁如果想，哦、一個抱腿摔啊跌落地，咁依個咧無效嘅，咁啊係可以做，但系咧就唔得分，咁有一個觀賞度。一頭段其實應該俾對方，哦一個口式拳撞中，哦暈低，咁啊依個係一個KO 嘅，一個拳嘅擊倒落地，咁啊拳證會進行讀秒，同頭先嗰個斷頭台鎖咧嗰個性質一樣啊。咁啊，因為保護翻拳手嘅安全咧，咁啊會進行八秒嘅讀秒。咁啊，頭先已經有兩次嘅連續讀秒啦。咁如果仲有第三次嘅話咧，咁啊呢場比賽咧就會完結噶啦。嗱，仲有最後唔夠30秒嘅時間。嗱，如果我去到呢個情況咧，我就唔理三七二一啦，橫掂都係輸緊啊，梗係搶攻啦。一跌咗落地下啦，哎呀，
暈低咗，應該頭先臨跌落地下時撞中咗啊！冇啊，完結啦！呢場比賽咧就係撞中暈低，咁啊 KO， 唔使讀秒咧就直接擊倒，咁啊仲未起到身喎，咁睇下係咪暈低咗定係不省人事先，望一望佢先。喂，醒翻啦，自己坐翻起身啦。咁啊，而家冇事啦，一個紅方拳手咧清醒翻，咁咧就睇下冇事先。咁咧就睇翻呢個紅方拳手有冇一個意外先。係啦，咁啊比賽繼續啊，咁雖然紅方拳手受傷要處理咧，咁但係亦都要處理翻贏嘅藍方拳手啊。咁啊，因為 KO 勝出咧，咁頭先嘅分數咧就係唔需要公布啦，已經直接係擊倒勝出啦。咁啊，都見翻紅方拳手都冇乜事啊，都可以行得到，都係好正常啊。咁啊，但係去檢查翻睇下有冇啲。任何其他地方嘅受傷。咁喺第三回合咧出現咗一個 KO 擊倒嘅情況，咁啊勝方係南方嘅選手崔佑信，恭喜曬！喺呢個時候咧，我哋有請頒獎嘉賓啊，2019世界武術散手錦標賽啊銀牌得主曾海蘭小姐上到台為我哋頒獎嘅。咁啊，而家為呢個紅方南方嘅拳手咧進行頒獎，咁啊有請曾海蘭。是喎、哦，專業即係呢個Super Boxing 入邊有 KO 嘅話，有個 KO 獎喎。KO 獎係幾多錢啊？呢個仲有3000蚊啊，3萬蚊啊，3000蚊啊，1000蚊啊。好，俾多次熱烈嘅掌聲，崔佑信。咁咧，Super Boxing 有呢個 KO 獎嘅獎金啊，咁啊，恭喜曬崔佑信。一陣間。總會就會過嚟俾一個 KO 獎嘅獎金你㗎啦。